收看的是三立戏剧台，马上为您播出《戏说台湾》。相传天官神是春秋名将伍子胥的化身，因为得罪了总部神，新家里头都去玉帝发落来汉间修炼心性。伊拄着万道中央要来娶某金元宝，也毋过元宝分配对象是甲总部神神了一模一样。天官神敢无法度吞吞怨气来做卖人呢？啊，既然伊准啊，吼，咱就是亲家，耍耍。什么耍耍哩？一定爱娶啊！伊若无爱娶啊，迎春即行个一定嫁袂出去。安尼我是要怎等去天庭啊？嘿嘿嘿嘿嘿，元宝啊，我意思是讲哦，你看迎春生个遐尼啊好笑，尤其是丫头迄只贱哦，一定会顶红腮啦。你是千万唔当好气呢？好，是。好啦好啦，就安尼先决定啦哈。嗯啊，你是谁？你来来阮家？嗯，我是田贵神啊。啊，田贵神。哦，伊是这粒啦。这粒。这粒。嗯。无唔对。我就是春秋战国时代智勇相传、用智慧救万民的五国大将军伍子胥。阿妈，我跟你讲啦，迄个人吼是相依，还佮有金元宝因阿爸啦。啊，不过吼，你头壳怪怪，咱就佮伊配合者，莫佮伊闹开啊，哈。我再讲吼，人就介意相依的，你想啊，我若甲相依做伙，阿姊啊甲金元宝做伙，难道安尼吼，就真正叫相依临门啊？对，安尼是袂歹。好好好，阿妈答应你，阿妈答应你。原来你就是神哦，歹势歹势，失敬失敬。啊，我是足欢喜的，有才。紧哩，你紧带元宝因哦去客房甲安顿起哈。哦，好，好，来，恁对我来，快。你要滚，你要滚。哎呦，来，就这间啦。啊，棉被还佫有桌巾哦，拢已经换新啦。安尼啊。哇。咱总算吼有一间足舒适的房间会当住啊！对啦，仔啊，多谢你呢哈！多谢多谢，哎，莫遐尔客气啊！你来之后啊，哦，咱哦特别是一家伙啊呢，啊，这房间哦就予你甲，啊，你我新两个困啦！好啦，啊，小姑娘啊，哎，今麦吼我带你来你房间看卖好无？多谢。哎，对我来。阿兄，我先来啊。哎呦，总算会当好啊困一下。哦，啊，你会当好啊困一下哦，嘛是因为我啊。感谢感谢。等你从迎春以后吼，这才是正港登门的开始呀。哎呦，啊，伊人汉尔遐老，啊，你有看到无？这，伊只只只大粒。哪个吞袂落啦？哎，啊！你家己生安尼，佫有面去嫌别人哦？
金元宝啊，你无听人伫咧讲哟，哎，娶某大姊袂输咧坐金交椅，你若娶伊以后吼，大概财产都拢是你的啊。哎，恁阿厝的无欠钱咯，恁阿即届来，若不是拄到海财，恁阿嘛袂遐尼垃圾咯。我知我知，你定吼是今日吃白白，以后无都该阿如弟哦。恁爱，我有对哦。这嘛袂当怪恁爱啦。人讲啊，惹行惹好，千万唔通去惹到车财哦。啊，恁阿本来性格就好啊，万项代志拢和和气气的处理，恁阿吼，得会过意啦。讲来讲去吼，就是无胆啦。无紧啦，要过年啊，我得送你一个胆。家在过早这条淡盐区。来来来来来，这哦，就是我要送给你的胆。甲收好，以后哦，你就是当家啊，老弟。恁啊是当中的男子汉，在外口会打拼事业，本来当讲忝哦。你来这样，查甫人的气派，我真烦恼的。那查甫人嫁是要安怎啦？那这你就要注意咯。哎呦，老爷，就这个哈。欢喜好，阿连仔，啊对哦，你是丁贵神哈，丁贵神啊，今嘛这条胆哦，我都唔惊伊啊，我就当个迄个雕好起来，以后你就是浙江的男子汉，东东我笑一笑，你也是男子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就问吼，哎，这是吼，哎，要安怎使用啊？是哎，吃落也是啊。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打收好，打收好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这不我可以上街吗？不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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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大哥！啊！赞赞赞！阿嬤哦，今年是啊，真欢喜咧。咱厝内哦，已经照顾照顾，不只尔啊，老了啦。对啊。是咯，就是啊，一家兄啊，拢斗阵滴个。嗯。安尼是唔照要过年气氛对啊？对对对。阿嬤嘛，红包要给你嘛。啊，那个红包，真好真好。今年就是你的哦。多谢老夫人。多谢老夫人。来来来，讲不讲不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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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迎春哦，虽然甲总埔先是无共人啊，也毋过吼，敢若看到伊个面，啊，我这胃吼就开始燥起来啊。金贵神啊，你有钱呐？食袂落啦。啊，你看迄迎春，啊，食无食上。这嘛无这相，要哪像查某人？喂，无啊，啥？我问你啊，我是倒位你无像查某人啊？你是倒位像查某人啊？查某人的三种素质你敢有啊？像你生到这尼歹哦，就是无芙蓉啦；对王宝这尼大细声哦，就是无芙蓉啦。该讲无应该讲，你都凊彩讲讲，就是无芙蓉啦。还佫有芙蓉无？好啦，嘿。我骂你颠倒敢骂我嘞吼！阿好，我
创啊？我唔相信你什么甜瓜神，我甲你警告哦，我吞论你已经吞论真久啊哦，今日你甲这个臭甜瓜当真出去！但这正是咱算外坎无捌闹开啊！甜瓜神都还未完成任务嘞，元神都要休去啊！迎春敢要铸下大错呢？伊迄元神哦，落伫这个村落内底，啊，这个村落内，若离开这个甜瓜，伊会串起来呢？真的啦！好，好，好吧。我哩，我去查查查查查。哎，你这查！哇！你是真是地鬼神呢！哎呦，英春啊，新的物件让我白算啦！哎呦，地鬼神啊！嘿，来卖来算啦！白算啦！卖来算啦！哎，你等啦！快点行！快你真正是甜瓜神呢！哪下你恁遮厉害吼？去去去，帮我找一个较好的对象，好我会当嫁一个。哎呀，你的对象哦，早就出现啦啦！迄个人哦，就是金冠宝。啥？金冠宝？我不爱啦！嘿。你敢无听人伫咧讲啊？这伊明是天注定咧，你甲伊吼拄好爸爸哦，啊胭脂妹拄着关老爷龙财的女嘛，天顶的一对，地下的一双啊！伊是倒位咧看会起我啊？你甲我讲看卖咧啊？哈？人讲水人无水命，我是生个这尼啊水，啥个还在两公的啊？哎呦，嫁神啊，嫁神！你讲看卖，你讲看卖，我有水无？一块镜吼，我嘛会憋气。我袂嫁咯。哎呦，我一个乖查某孙的，唔通哭，唔通哭。哎呦，英春的，阿妈问你啦，啊，你若讲唔嫁，敢讲要留囝在厝里做老姑婆呢？嗯？若要嫁娶，爱我嫁吼，就要通过我的考验，过三关。头一关破镜中医，哼。简单。伤憨。
要破镜，恁哪有法度中意啊？阿兄，阿兄，你是睏起来啊？无，卵仔无睏起，卵仔吼嘛是咧想。啊，想遮多工啊！哎呀，人讲哦，这初一早、初二早、初三啊，落来睏到饱。啊，睏到饱。我吼，为着这个问题，我嘛是想到吼，三更三暝拢无睏，两个人用要昏去啊！来。啊，唔是，丁龟神啊，啊，你是神啊，哈，应该有办法把迄个镜变倒转来。你是神的，就算是绝地、霸地，对你来讲应该是真简单呐。惨啊啦！要袂予玉帝处罚进前哦，这当然是小可代志啊。也毋过我即摆予降下凡啊，也无法力啊，即摆是要安怎处理才好啊？俗语讲，六面刀啊，拔无一面。李贵臣是要怎破镜中移？元宝甘无多娶好某过好年呢？镜要中移吼，还有一个仪式啦吼，啊，所以恁当厝等我的好消息啦，规定哦，恁去三暝三暝拢无困啊嘛吼，哎，小休困一下啦。哦，你徛咧咪当困呢，人哦真正中眠啦。哎呦，真奇怪。哎呀，煞袂记你暗号是啥呢？我想起来，降定珠宝镜一台。啊，不是这句啊，海底珠宝镜一台。嗯，嘛不是这句。你发财啦哈！就无聊诶，地瓜神忙在当时下山完成任务，过来陪咱耍。都是诶，啊明明就知影吼，咱伫遮啦，啊毋来找咱啦，啊到底是有找到迄个伊无欢喜诶人无？啊嘛毋知啦，啊真是哦。哎，地瓜神伊诶个性哦，伊若是落凡间哦，看到啥物人伊就无欢喜啦。这支牌卡多你牌啊？是啊，我搁搞啊，我搁搞啊！不是，我不是拍这支啦，什么不是拍这支？那牌放落海底就袂晓得遐东西啊！无啦，什么咧无？我卡多已经连中，我连中三，你是去骗人？不是啊，各讲话放。人讲起手无回大丈夫啊。到时你的牌哪减一支？我收起啊！上公无义，减不清。你是我听话是被放枪了，还有一个输啊！
老爷子，老爷子，卖笑，你白捡一支就是相公啊呢，你一定输啊！啊，而且哦，你甲玉皇大帝拍，没那赢啊！无唔对，吼、哦，帝国神讲这句话讲了上实在。当今天庭我看过哦，甲帝国神你拍白功夫，会当甲我比尔啦！哎呀！嘿，啊！恁三个人卖当笑，哦，恁面老叫画家咧，你一定想输哦，老兄弟。当然的啊，我同意啊咧。李贵信，你要再来倒一卡无？当然。李贵信啊，我今嘛等你来处罚呢，啊，你的任务还未完成呢，你搁想要拍牌？没用的。李贵信啊。啊！你是有去找到迄个让你生气的人啊？无啦！啊，这当然嘛是有。啊，除了伊的面吼，加一个好心机以外啦，迄面膜啊，甲总破洗是洗甲一模一样啦。我即马吼，当你甲伊斗相共，会得到幸福。也唔过吼，伊即马煞出一个难题给我啦。啊，今日我唔接，才会来。就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啊，有拄到难题，想要来找阮斗相共对无哈？是啥物问题？连你都袂晓。哎呦，啥唔知道就是因为这块破镜啦，伊啊我哦，甲这破镜中意啊。啊，他这唔只简单，啊用我是变转来就好啊。我来，我来。什么？你来？袂用的啦，既然是处罚咯，都袂当用法术。玉帝啊，你嘛少放水一下。放水哦，啊顶届哦，我放晴，你敢有放水哈？哦。讲来讲去，原来你是咧扣分哦！扣分？嘿，我啥？我天庭的玉皇大帝呢？我敢是迄种鸡仔长鸟仔大的人，不是恶神。我的意思是讲哦，你这种代志要解决哦，无一定要用法术，会当用头壳。用头壳。对对对，拜财爷，来来来，咱去上班，来来来，来别个过来哦。俗语讲，乞食做西是无半片。帝国神想无报，又搁找无救兵同斗三工，玉帝心理考验敢考伊会倒？伊敢无法度伫七夕影神进前登去天庭呢？明仔同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过好年》。红艳的日头晒到我的心。来证明。